好，卖猛龟得来，来个两百块，来个两百块好不？来个两百块好不？最后一个猛一届，卖浪费时间啦，两百、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过来，我扛起来，来我扛起来，我。啊，这包鸡块提给我，我常常遐甲你介绍一遍，我你未晓速度足紧的，我卖浪费大家时间。这包鸡块，来个一包啊。包鸡块，甲你外口要共买，迄一个麦当劳的鸡块完全一模一样。即阵啊，有诶包起来，大家看无？我偷一包，我偷一包互你看。爱食诶人一人摕一包，即一包鸡块，咱无多比佫较贵，咱卖一包鸡块趁10元尔。即包要去超市共买，有诶人卖到100元，有诶卖100元，即毋是一斤重，毋是斤半重，即包拄好1公斤。一斤搁10元，这吼你当个吼半波时啊，钱钱的小朋友做点心，大家真侪人去买，搁人买啊，卖花300、200，我甲你讲过啊，我一包甲你赚10元尔，啊下下下卖做一遍，卖花200，卖花150，超市一包159，100就好。你食鸡块，一包鸡块搁100元，好无？黑胡椒鸡块最好食，买2包哟，倒过来。来，一包鸡块搁100元，来右边来。这大包的哦，哦，咱家己煎的哦，恁家回锅用啊。即马吼，厝有气炸锅，你家用气炸锅嘛无要紧，做大包的哦。来100元来，来个十块来，来个1包哦，1公斤，保证好吃诶。哦，你去咸酥鸡打几块啊，都爱几10元啊，来个1包哦，大包的1公斤哦，这大包哦，一包倒落就安尼哦，有无？无人爱，1秒、2秒，好来，帮走。啊！卖浪费大家时间，我将伊也卖一遍。我请问你一下，来，这盘我好谢谢，对吧？对。来，恁有要食啥无？无我给你点两盘，开放点菜，有想要食无？有咧赶时间，你想要买啥先甲我讲。啊，若无我食，我意思卖。原则上，我咧卖伊第一点做阿三哩，第二点做紧嘞。我不爱浪费大家时间。来。我这个卖一个换个啦，好无？我常常甲你介绍一下，这支就是咱即摆咧讲的章鱼脚。咱一般来去夜市啊吼，食迄个章鱼小丸子，章鱼小丸子伊的即块落去切的。这吼，即摆这个物件足少足贵的，等下吼你直接穿烫，这内底规个是白色的，白。这伫日本料理店哦，规条落去烫烫的起来，切薄薄啊，问美来煮。有人问我啥味，还是你要用迄个章鱼醋，捌听过无？这安那料理拢好吃，这个物件久久啊，我再卖一遍。我甲你保证，逐支切落来底拢白色的哦。我请问你一个，有人知影白色的代表什么无？有人知影无？要着我送一尾乌龟鱼。好，过来，过来吧。有人知影白色的代表什么无？表示安那？青啦。青啦哦。来，好过来。白色的代表青哦，即个你讲的这是真正的代志哦，我无跟你开玩笑，这只送你，这内底啦乌色的，还是泛红啊，足无颜色，比较深一点，倒就是无青啊。唔相信你这包甲放咧恁家的涂骹，卖甲变起来，甲下晡甲下暗，你甲看伊颜色愈来愈红，愈来愈乌。咱讲的买白十啊类的花枝透丢拢同款。透丢咱不敢开看，我袂哦，后边是咧创啥？哦，你买白汁啊类的，不管啥物件，你买较白就对啊，愈白就是愈新鲜，这莫开玩笑，买200元，这全部全部超级平，便宜去拍起来好啊。这吼，我讲真正，这安尼一条，你莫看一条啊，这条日本料理店切切的一盘起来超过125元啊。这菜色你全拢算了的，一只起来才几支脚骨尔，买200元。若要称斤的，只头斤半重，这足有价啊，规个100个哦，这不是官方的哦，我招一个人去啦。无真济啦，啊，凊彩滴啦，来200块，来较少我，来啦，保证新鲜嘞，这久久啊一遍，啊你等下吼，两三条甲冷冻起来，两三条再一包冷冻起来，豆豆煮的，这无定定有啊，啊凊彩啦，这无定定有啊，这爱食啊，后日排排买，无一定定定有啊，你若有来咧西就知影，我足久才卖一遍这个物件，来200块。爱食咩那个食啦，足新鲜的，这无比啥，敢那比新鲜尔。这真正，这菜车你钱要共买，你嘛不一定买有卡起来。哦，我免切来。哇！这你甲看这有水无？我实在讲的，我去日本料理店，我嘛足爱点这
还搁两百块。哦，啊，你等下家去切，切贵个哦，要切，啊，那切拢好。还搁两百块。两百块，我要吃无？我歹势啦。还搁两百块。两百块卖门规矩啦，我给你保证三盖吃不完，可以煮三次啦。啊，两百块钱上一脚，这边有人来无？这边今仔吃菜哦，这拢吃菜哦，那拢这边买买是安那？啊，未公平啊！还搁两百块无？还搁两百块钱好不？还搁两百块钱好不？还搁两百块钱。还搁两百块钱，我最后搁问一届，物件无真济，我将将卖恁，将将卖恁，最后搁一届两百，好不？那恁要吃，恁要吃，搁一遍吼，搁一遍吼，搁一遍倒哦，无要换行啊，我那无啊，我边无，搁一个吼。来，这无甲两百，我最后问一个，来这百五好不？来这百五好不？来这百五好不？准备来。来，等我一下来，我今麦甲你介绍一下，有人要吃肉切啊无？我当头一点钟无卖肉切啊，肉切啊我卖一个来，来家收来。即卖肉切啊，当然拢甲你抬好啊，请来，有出来加减看，加减买，买一包，一包无？一包对无？我一包我爱分。好啦好啦，大家有人人也要买，等你一百块为单位啦吼。即卖肉切啊，当然吼，我甲你报告啦吼，第一点抬好啊，第二点吼，即吼爱搁收盐。要抹盐巴，才正的。啊，肉质啊，大家爱吃。有倒一人捌食过肉质啊？有无？应该大家拢食过啊。这菜市要共买肉质啊，一二四六啊，一尾肉质啊超过二十块银啊。一百买好来，咱莫开玩笑，莫啰嗦啦。我少一个人家啦，只能吃三二啦，吃十只哦，一句话都好。来，这盘肉质啊，一百。我也会叫卖，我也会叫卖。你讲，我也会叫卖。我连赔的，你把这个电话都给我卖啊！我连赔的，把这个台位一百，十一位啊，听得到。来吃，来十只来，十一来。好啦，后壁你来，四来，三来，八来，十来，十一来。来，二来，四来，八来，十来，来十一来。来，二来，四来，三来，来八来，十来，十一来。越来，二来，四来，七只来，七只来。小儿子也顶不饱，大家来，快点来，大家来，再一来，大家，来，一来，四来，六来，八来，来十来，来再一来，一来，四来，六来，八来，十来，再一来，一来，一来，一来。来当来，来过来，来十只来，来十只来。来，林建中早安，林建中早安。来十一来，来过来，过来，一来四来，四来当来，过来，十来，十只来，来十一来，来个一百六，来个一百六。来二来，四来当来，过来。走来，还十一来，一百六一百块，还一百五，来。一来，四来，四来八来，走来，十一来，还一百六一百块，一百五，来。好啦，来二来，四来，来六来，还八来，还八只来，还十只来，十一块还一百，十一只还一百，一百块一百五，一百五一百五，一百六，一百五无，一百五，一百。一百，弄不好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吼。我们去吃啥？我搁问你一摆，我前天给你介绍一包鱼啊，叫做海瓜子肉。我讲话讲较紧的，我甲话讲啊清楚，恁大家注意看。这包是海瓜子肉，有人知影啥物叫做海瓜子无？有人知无？有食过无？我搁问一下，有倒一个人捌食过举手无？海瓜子海瓜子的肉，倒一个人捌食过？拄则我讲过，唔捌食过，你我甲斟一个，有无？安尼好啊，无就算啦吼。这包是海瓜子啦，我偷一包，你看，我看嘛变啥偷啊啦？海瓜子就是这种行啊吼，一般咱伫餐厅，咱伫餐厅炒啥？炒只高蘸菜、辣椒都啊，就这海瓜子咯吼，这当然啊，直接落去炒就好食。这个话题，咱个话题。
香娃娃你在干嘛？又冰又渴的。好哟，安尼娘，我跟你讲哦，人哪有人买？这是我讲真正，是我徛在这卖哦。这若少年头家徛在这卖，伊无卖你这个银角价哦，无卖你这个价，一人咧卖一包的哦，两包超过400块的哦。这包啊，超过5斤的海龟子背起来，才有这包吧？因为大家知影，像这个红梅嘛，同款，这一个红梅这大粒，伊的肉背起来一块啊尔。伊这是完全干那肉尔，完全没有带壳的哦吼。啊，你等下吼用菜，稍微大火，葱啊蒜头欠放一下吼，大火拉两个啊。卖讲400-300，我先讲一下，真正无啊，真正无啊。啊，等下佫摕出来卖，拢用送的卖卖啦，都做顶仔尔。啊，相信我，一人摕一包当炒看卖，保证再保证哦，行情超过200个，卖200，一句话就好，算到三无人买我捧走。我的个性就是安尼，卖佫啰嗦，卖150，100就好。飞机肉要吃来。这一包超市卖超过200块呢，几包干那肉尔，海瓜子咯。是啊，等下用卡就好，请你相信我哈。这三五斤八多一包吧，要一包哟。无啊，咱卖较紧的就对啊，啊无我咱卖两包才卖。过100块，过100块无，你甲试看卖咧，炒起来真有味哦。几包干那肉尔嘿，甲你备好啊，拢备肉起来尔，干那肉海瓜子咯，过100块无？一百。有无？啊，搁有人来哦，无咱换行哦，遐拢无啊，海瓜子咯，直接落去炒就好吃，直接落去炒就好吃，有无？一包一百个有无？拢好啊吼，来，我常常甲你问一下啦。鲈鱼哦，鲈鱼哦，看一下封面咯。这块鱼啊吼，这块鱼啊吼，餐厅用烘的啦，用烤的啦，用生的啦，生米所以起拢用烘的啦。这鱼蒸起来吼，规块吼，那是类似鳕鱼肉质啦，完全无刺啦。完全无是蒸起来像蒜鱼，这个肉是白肉的，肉白色的鱼仔拢好吃啊！这鱼仔菜色要共称啊，一块啊，安尼称起来50-70-80块啊！这两块啊，这三块啊，行情在200块啊！我少一个人客，每块干那肉俩，真济哦，卖200块，实在讲的啦。这叫你买200块，你头食咧一礼拜啊，我少一个人客好啦。看到鲈鱼。来200，规地拢肉，足好食啊！这个鱿鱼片足好食啊，完全拢无刺哦。来200块银，来200块银，来200块银，这200块伤济吼，是鱼啊伤济吼。我最后再问一届啦，安尼啦，我卖鱼啊，咱我甲你啰嗦，有想要吃，我试看卖了无？来100，这鱼足好食啊，干煎之后完全无刺。这两块，你若买有足够买哦，这三块足俗的哦，这块三块，这块请你啦，100，鱿鱼肉足好食啊。100块银，一块100块银，一块100块银，5块搁一包无，肉幼哩用炊煎的拢好食，搁100块，有人爱无？有人爱无？拜托一下啦，啊嘛小配合者，大家钱唔着紧交交出来。这安尼100块银敢真贵？这5块搁一包无？我最后再问一届，无人买我要捧走啊！我唔爱甲你开玩笑，浪费时间。100块是即阵啊，来后壁啦，后壁等过来。真正，这一块20，你用啊，甲煎两块，你食看卖。这两块超市买，这两块100块以上啊。超市拢真空包装，啊，咧卖足贵的。搁100块有无？搁100块有无？5块无人爱啊吼，来帮走。来，咱咧卖遐较紧的来。这个是虾仔哦，我这个小罐卖一两块遐无？来，小罐。这个小罐平哦，这当个用炒做好食，直接炒就好。炒姜、炒豆，我搁甲你讲，这个这正平哦的。这若内行的，你带平哦，你绝对会看会出来。这个是这只正平哦的。即阵啊，当钓时上好食的时阵。即外口咧称足贵的哦，大斤超过200块哦。我讲真正的哦，八200块。即平湖的小缸啊，平湖的正平湖炒起来足脆的哦。用炒还是用炊哦，直接清蒸都好吃啊。即菜色咧称大斤超过200。即胎啊，我手捧的即胎啊，17两哦，这里有17两哦，即斤当超过啊，八200块，正平湖啊呢。要多买这个才俗的，这等下拢唔免阁处理啊，直接炒来200。啊，平湖的小罐200块，正平湖的一盘足大盘，200块，200块，逐项我发一包，我发袂爱滚啊，来200。
真正才正平湖的咧，才差了三平超过呢，差了三平超过呢，来个两百块银来，小刚啊，正来，平湖的哦，真正澎湖的哦，甲炒看卖咧，这无定定这大盘的，啊200块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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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200块钱，足好食的哦，正的哦，200。你当用炊用炒拢足好食，我甲你保证啊！我即阵啊食，你看卖啊无？即安尼就食了啊，安尼就食了啊，这正的啊，我保证食个足脆哈！啊，200块钱，啊，200块钱，买200，你当下变起哈，豆豆啊煮啊，200，顶个煮了三四遍啊。哦，透早你若食饭配糜拢会使啊！啊，200块钱。保证澎湖多啊，啊200块钱，还够啊！我甲你保证澎湖多，你甲试看卖咧吼，这买回来若无信用，换回来退钱无要紧啊。实在，甲你讲真诚的，还够200块钱有无？还够200块钱，小款澎湖多小款，收工啊！落去炒，落去炊，200一句，200第二句，有人爱无？好啊吼、哦！好来，伊讲要虾啊，吼！虾啊！当买100，带去100。警察来了，阿妈买200块，食较久，好无来？真正。买了几百块。袂要紧啦，买200块啦。这后头剩偌济？阿妈买200块啦，买200块好无？200块好无？200块好无？应该袂歹。哇！你阿咧遮善良着，好啦好啦，我讲实在吼，我破你啦，无这实在。好来，来虾啊我，来虾啊我，来虾你，要食虾啊哟，你到一种虾来，无来来来，先甲你等者。我笑死了。这虾炖的吼，用清的用菜的虾，我相信免阁介绍要安怎煮啦，你安怎煮拢会使，怎么煮都可以啦吼。这虾炖的啊，看你要炒、要清、要炊，都好食啊，要食虾啊。买300好无？这个虾菜色咧穿啊，一斤啊，虾要到200块银啊，安尼啦，我大大个米落去啦，实在讲的，讲真正的，爱大个才紧啊，爱大个才紧啊，这大虾几斤？你等下甲称看卖下啦，来300，大虾300，好啊。这大虾搁300块银啊。啊，真正有够大个大个啦，找无啊啦，搁300块，来左过来，来右边来，来右边来，这台遐搁300块，台遐搁300对，这两三斤重个遐搁300块。俗的啦，你菜市甲买看卖，我倒互你看卖了无？这300敢袂贵？实在讲，这300敢袂贵？金包白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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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啊，十几高。无咧算本钱的啦，无咧算本钱的啦，这300够无？300，下一个300，下一个300。大概一届买两份的嘛有啊，来300。这一台遐当你个称看卖咧啦，两三斤重，这遐不是小只啊，大只的，来个300，来300，正平一个啦。来个300，来300够无？来300够无？来300够无？安尼啦，我最后搁问一个啦。哎呀，不你惊了吼？这盘300，我最后再问一届啦吼，最后一届都300，有人爱无？一声、两声、三声，拢过啊，拢好啊吼！来，爱两手届啦，过来，这谁来？甲看右边你的答来，我将伊也卖一届，在场有要吃啊？要吃啥？要虾仁哦。啊，你要几袋哦？好，来来来来，虾仁够无？把虾仁摕一包我，后壁虾仁摕一包我，虾仁摕一包我，今仔虾仁大粒的，即个你等偌济哦？我这个卖济，你要记，我提起来。这虾仁吼，我搁套一包，今仔这虾仁大粒的，大粒的。
菜市啊，要共买这种虾仁啊，台斤啊，你啊卖300，有个人咧卖啦。我甲你讲，你伊无甲你讲千偌济啦，伊甲你讲一日偌济啦，伊甲你讲一日偌济，你话袂晓算个，你算袂出来。你唔知影原来这个虾仁一斤咧千二，卖你300块银啦。伊甲你讲一日有10几块银啦，但是你听袂出来到底一斤偌济啦。这虾仁有大粒无？这有当时啊，虾仁炸细粒的，今仔炸这足大粒的，这个虾仁哦，你看起来你就知影足好食。哦，等下你要牵鸡啦，吼，你要煎的，你要做虾球啦，乌白煮了哪煮拢好食。这虾仁，等下你若厝内有小朋友啊，虾仁敢那简单啊，你甲炒番麦粒啊，炒玉米粒啊，炒番肉丝都好食。虾仁啊，我少一个啊，即摆搁发300，来200对。这一斤虾仁市价要300块一个哦，大粒的虾仁哦，水的虾仁来200块。这一台虾仁金华当，金华我甲你保证金华啊，我讲的有责任的啦。这隔壁阿叔帮我帮这台虾仁也无一斤重，赶紧退钱啊！我讲真正啊，这叫你背爱背足久的啊，来200，来吃，来200。哦，哪有看到你？谢谢。来虾仁，搁一包啊。走你又走。大概拢经过啊，你隔壁阿叔帮我帮我卖呢哈，无边界的拢经过啊，是的啊。太傻，五包的呀，几包的哦？兄弟们，几包的？对啊，好，无人咧卖这个介绍的。我卖啊，我卖较俗的啊，搁200块，来只，搁200块，搁200块，一袋虾仁，拢大概拢斤偌重哦，虾仁搁200。搁200好无？200块钱有人来无？一个、两个，安尼啦。我最后搁问一届，无哦，行啦吼。头前两三鱼啊吼，拢无啥卖着，我先甲发一届。这台虾仁。